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，风水真经。十方善知识，各位参加听经闻法、连坐上各圣众亲，同上历代祖先、同下无缘诸事英灵等及十方法界有缘、无缘、有情、无情众生，阿弥陀佛。咱今日这节。要来讲这个阴体风水学，吼、哦，风水是真经啊，阴体风水。顶节以前啊，吼、哦，拢在讲是这个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庄严，十方法界、十方世界天人菩萨、声闻等。共同在赞叹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美妙，相信各位在座听经闻法、念坐上各圣众生等啊有所共识，有所体悟。那么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在世间呢，必须要修十善，好、哦、修十善呢，然后呢？啊，咱才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才有可能。那么顶节以前啊，啊，咱来利用几啊十点钟的时间呐、啊，啊，一一将佛说大阿弥陀经啊，介绍吼，听经闻法嘞，甲连坐上各圣众生，哈、啊，就是顶啊，希望自今以后。好，若是有听闻者，会当即时好心开意解，进入无上的菩提果位啊！在此也首先来祝福。那么，咱《佛说大弥陀经》完本，那么现在呢，咱继续要来讲解地藏菩萨。本愿经，吼、哦，地藏菩萨本愿经。咱常常听到人在讲，一般的无智慧的人啊，嗰个地藏菩萨啊，就是音的，观音的，这种误解，吼、哦，错误的见解甲思想行为啊，妖言惑众的说法啊，予人真无法度。去接受，那究竟谁是地藏菩萨呢？地藏菩萨伊为何伊会下大愿，要落地下来救度众生呢？关于这点，我希望在今开始啊，要将地藏菩萨本愿经啊，将地藏菩萨啊，详详细细介绍予各有缘。依法修行啊，一定会真紧就成佛。地藏菩萨甲咱开示，我咱人啊，伫世间恶事、歹代事无做，恶事多行善事，等等啊。好，那么地藏经啊，就是伫教咱一条成佛的路，经就是路。
就是伫开始来教导咱安怎行，才会成佛。再袂过伫世间轮回，再袂过地狱顶顶呢，伫轮回受着苦报。所以地藏经菩萨啊，地藏菩萨不妄经啊，或者地藏菩萨的名号啊，是伫教导咱成佛的。所以毋是像一般人啊，一寡遮咧自称修行家啦。这说法啊，是无真正正确，所以一切是为心做，心如何做呢？咱今日开始啊，要来这伊讲这地藏菩萨本愿经呢，予咱做一标准。那么咱大家要成佛成道呢，就真紧了。第三啦，有人要按佛像呢，吼，胡乱讲啊，吼，讲到地藏菩地藏经啊，你伫念地藏经的时啊，吼，鬼也会来找你。这错误去啊！这错误，咱的心做歹代志，就是鬼，咱的心就是鬼啊！咱人就是鬼，所以咱来违背地藏经、地藏菩萨所开示的这妙法啦，咱本身就是鬼啊！搁啥人是鬼呢？所以各位啊，莫去弄唔对。地藏菩萨呢？地藏经呢？当咱在念地藏经，是地藏真言，哈，这也是地藏经的事啊。法界，哈，诸天法界和灵魂世界，听到这里面这里美妙的经啊，所以拢会共同来东渐法益。要出这个经的法益啊，会当好法来改善。来修持，依法修持啊，然后证入无上菩提果，离开地狱一轮回。哈，这个地藏经一因缘一殊胜一妙法，而且过去这一年中间呢，我结果见善人较济啊，真济信徒问我老师。我袂用，是袂用念地藏菩萨，袂用念地藏经，那念出来，你讲拢鬼会来。我讲智慧啊，领导啊，歹代志做有够多啊。吼、哦，遐完成借助会来相催。若是你若个念这经啊，要来回向，甲自己修持的时啊，龙天护法一定来甲你护持。即使这个地狱，要地狱。妖鬼多，种只恶魔啊！听你念经的时候，伊嘛同时开悟，会来甲你赞扬、甲你赞叹、甲你扶持，哪有可能会找你呢？所以这种的疑问啊，就是咱一般啊无了解的人啊，所以造成的妖言惑众，造成社会人心的乱。所以这点啊，直接甲各位声明，咱地藏经啊。一法啊，地藏法，地藏法呢？哈、啊，是成佛的代名法。那么成佛者，一定爱卸掉各种的罪业，卸掉各种的黑暗的思想、想法、甲行为，歹代志做多，爱卸掉，才有可能会成佛。若是世间事呢，若无卸掉了，无可能成佛。有的人啊，像我念阿弥陀佛就会成佛啦，嘿，照病。佛甲你开始，你念阿弥陀佛啦，十善嘛爱做，十善嘛爱做。啊，有的人啊，佛都关了，关到几下关阿弥陀，你一直关嘴，一直讲人歹话，一直骂人，一直讲着有诶无诶。这种要成佛就无可能啊，但是，迄种烦恼口业，哪有可能成佛？那阿弥呢？只要我阿弥念佛了，我都成佛了，滴西洋去诶。嘿，我咧讲，你伫西方去，西方嘛大乱，西方叫做世界嘛大乱。你敢有？哦，所以啊，咱要念佛，心要清净，袂使念佛有慈悲心。你念佛嘞，你念佛嘞，袂使你讲歹，讲人歹话，哈、哦，袂使一面念一面念，再讲歹话，也是讲一个无必要，挑拨离间，哈、哦，想歹代志。所以，咱地藏经啊，
是教导咱，教咱如何会当行到一条非常正确的路，使教会会当同时进入无上菩提果，离开六道的轮回。所以《地藏经》是成佛的大妙法，一脚踏板、脚踏石的基础呀。各位要了解这点原理。也是啊，各位依照地藏菩萨跟佛祖开始的，依照地藏菩萨来修持，做在咱日常生活中啊，相信啊，咱的天下一定太平，哈、哦，天下一定太平。在这呢，要不讲地藏经以前呢，本人呢，哈、哦，在这呢，首先来预祝各位会当进入无上的菩提果，各个。会当开悟，哈！参加听经闻法莲座上的英灵，啊，莲座上的各圣宗亲，十方法界有缘无缘，有情无情的众生啊，拢会当同时开悟。所以啊，今日呢，哈，借着这非常殊胜、难得的机会啊，哈，来讲这里。地藏经，昨昏好，我伫电视台啊，好都看到星云大师开示。我咱即摆人啊，错误的观念啊，足侪。比如讲，将死去的人拢看作鬼，将咱的祖先啊，嘛看作鬼看待。所以这是非常不好，人呢，咱每个人啦，死了后了，一定先落地下去啊，无未成佛、未成神，拢落地下去。所以圣云法师啊，教咱开示啊，叫咱讲，这一切心啊，咱若想咱祖先对西方，就对西方，唔通对所有死去的人啊、往生的人啊，一切归入、纳入或者归。安尼对咱祖先非常不好，所以咱有话讲爱超度是安尼究竟安尼超度呢？超越安尼度呢？度过这个思想黑暗的想法呢？是超度。好，如何来超度呢？那么今日呢，咱就是要来讲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。啥说地藏？那菩萨，他说本愿经一路安尼行。那么今日呢，哈，咱要来讲这个《地藏经》，哈，这个妙法啦，哈，希望各位啊，哎，一旦冷静，哈，来了解。啊，觉灵菩萨啦，讲对《地藏经》啊，哈，《地藏菩萨》啦，觉灵这个菩萨啦，有做一个记，嗰个华严第四回，第四回啊。哈、哦！夜摩天宫啊，无量菩萨来集啊，率其赞佛，你是觉灵菩萨，成佛威力遍观十方，而率上缘。比如哈，江维书哈，画家啦，绘图专家，分布诸彩色，希望出异象。哈、哦，大众。无差别，大众中无色，色中无大众，也不离大众。哈、哦，自有色可得，心中无彩绘，彩绘中无心啊，然不离一心。有彩绘可得，披心行，哈、哦，披心行不足啊。无量难思议啊，示现一切相，各国不相敌啊。比如江维书，不能敌住心。自有心，自有心，故为诸法性如书啊。啊，心如江维书，能为诸世间五蕴色众生。无法而不作啊！
如心，哈、哦，如心佛也利，哈、哦，如佛众生人呐、啊，应知佛一心，体性皆无尽呐、啊。让人知心行，普照诸世间，是人即见佛呐、啊，了佛真实性。心不足于心，心也不足于心，只能做佛事，自在离心有。啊，让人若了知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性界，一切为心作啊，一切为心作。这段呢，那觉严菩萨啦哈，这一个菩萨的名号啦哈。诶，从华严第四回啦，华严圣会啦，第四回是啊，夜摩天宫，哈、哦，就无量菩萨拢来啊，来这里叫做圣会，说记赞叹，大家各国说出做些经忏嘛，哈、哦，做些经做诗啊，来赞叹佛的慈悲，甲伊的大智慧，伊的好、哦，佛的这叫做慈悲的掉，哈、哦。啊，你是觉人菩萨啦，好，这是成佛的那个时阵啊，成着佛啊的威力啊，威神威力量就对啦，威德力量，遍观十方啦，而说上安啦。所以觉人菩萨看了十方，不是看了大山尔嘞，看了真尔，看了十方世界，哈，所以就开始讲着这相。讲就要赞叹佛的功德啊，伊的慈悲够伟大。好，伊就讲，比如呐，刚我说，比如一画图的人，真够画图的，专门画图的人，哈，分布出来，图内底画足侪色，足侪色哦，红色、白色、乌色、青色、蓝色、紫色，种种的色啊，希望此以上，希望这个。希望一照个你幻想诶，叫个你想诶，用色彩来分别各种无同款诶动态，各种无同种诶无同种诶众生，好，大众有差别，大体啊是无啥物差别，大众都是无大体，真古法诶大体是无啥物差别，大众种无是大体中间呐。无分到，无什么色的一分，因为它一直需要包容啊嘛，哈、哦，色中无大种啊，所有色的代志色啦，好、哦，你讲啊，这个色是安只条色，安只条安那条，无什么分啊嘛，是无什么分，嘛无讲什么色是重要的，无什么讲啊，我即摆现在这件衫，到底啥是这布色较重要，还是织布重要，还是这技术重要呢？维新圣教，好、哦，色中无大众，也不离大众啊，嘛不离这个整个一大环境都着。你有色可得，你有色可得啦、啊，心中无彩味啊，因为有色，大家认为讲有这色，有这分别。我为安尼才会水，为安尼才歹，为安尼才会看，为安尼才咧。好、哦，你有色可得啦，心中无彩话。但是啊，咱的心啊，根本都无什么色地之分啊。因为所有一切的色啊，色不只是咱看的色哦，包括咱看的、咱听到的、所闻到的、所吃到的、所感觉到的，哦，所感觉迄种叫做色。心中无彩话啦，我咱的心啊，本来就是唯一，本来是一，无什么分别，是什么色才对，什么色才对。哈，画中彩画中无心啊，这不一张图你画出来，或者是整个咱的人生啊，一规划咱的人生啊，本来就是无的物件，本来就无的物件。意思讲，咱世间呐本来歹代志都无诶，为何人去做歹代志？人都善呢，为何会去做歹代志呢？好，人伫世间本来都互相相包容诶，为何会产生讲你对我唔对，你好我唔好，我好你唔好呢？为什么这分呢？
哈、哦，彩绘中就是表示人生，哈、哦，就表彩绘就表示人生，哈、哦，虽然不离一心啊，一切的人生啊，伊个传播啦，哈、哦，也不离一心啊，未离开咱一个心的存在。好、哦，有才为可得啦，披心行不足啊。讲咱啊，伫世间呐，有这个才为，有这個人生，任何一件代志，你会当得到，也是啊，披心行不足啊，野心啊，永远永远都无得安得着。好、哦，无量难思议啊！以上所讲，咱一个人生，那画一个人生啊，对头到尾。好、哦，确实无量难思议，咱无法度、无法度、无法度来解说，无法度用想的、无法用嘴讲的，咱的人生。所以才有一句话讲：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，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。好、哦，无量难思议啊，实现一些些啊，因为世间各种的因缘的关系啊，所以实现一切一些。色就是你看得到、感觉会到的、分别会到的、你想会到的，吼、哦，实现一些事啊，各个不相知啊。因为你所实现的代志，因啊互相无相了解，无互相相了解。因为我今插这个花，这个喇叭花加这菊花，因本来因就是花，因本来就是这样插，本来的美化、的庄严的。但是因呐唔知影火到火中间是啥原因呢？因为插做火，这是啥啦？这就是咱插火的人家叫做火。好，比如我画一张图，内底足一色的，因嘛互相无相看解，互相呢因无相捌。为什么因会相捌呢？就是咱人啊去甲。因为我想安怎，所以你甲色、你甲画甲搭落做一堆。那么世间嘛，同款，世间本来两个人好，但拢好人。啊，因为两个人以上呢，一个心较偏、较歪、较那个心活较歹，一个好的人，本来因就无相看解，干嘛又见到两个变歹一只啦？还是两个变好，互相相吸引。互相受影响，好、哦，但是还未影响以前呢，拢互相不相知啊，拢家己唔知啊，因是要什么作用？但是就各尽本分啊，各尽本分。但是你花甲花咧，敢是较轻呢？因嘛各尽本分，喇叭花到喇叭花，叫我花到叫我花，这个康乃馨到康乃馨。因嘛各各不相知啊，因嘛是伫啊互相各尽本分呐、啊。因为人的需要，咱人的人生的需要啦，所以也是咱思想的观念的见解偏去，哎，正确，你甲叫做是安尼啊，各各不相知啊。比如高伟师啊，不能低自心嘛。比如咱一个人画图的人，设计的人。哈、哦，未当知影，唔当知影，家己到底我现在的心要创啥？哈、哦，你有心过话，你有心过话啊，诸法性如是啊。因着咱唔知影到底，伫为着咱，咱唔知影咱的到底，咱的心，无了咱个心，伊说咱来到世间呐、啊，所有一切人生中间呐、啊，哪像一个伟大的师父。伟大的大师，哈、哦！若是你唔知影家己的心，若是唔知影家己到底要干什么，要创啥呢？人生要创啥事啊？你哪有法度去猜会家己人生呢？无可能。甲花嘛同款，伊都唔知伊到底要创啥呢？伊个人知影要红看水看欢喜尔，伊嘛唔知影讲安怎来陪这个水，但是。伊人的环境，伊就我都去美化别人，接受别人，互人来赞叹。所以，花甲咱人的心啊，完全相像就对。啊，不能只是心啊，只有心过位啊。因为咱的心，咱是要做啥，所以咱才会想要来画这幅图。咱就是要做啥，才来插这盆花。好、哦，诸法性的，咱的法性啊，有就有间。有条件的调和叫做发性，
宇宙间的因缘调和叫做法性，嘛是同款，安尼就对。好，心如刚为说，咱的家属啊，咱的心，知影咱的心，哪是一个画家？好，另外你有法度画出世间的动态，比如咱有画家呢吼，伊画这世间的代志，安尼画漫画，头画到尾，遮大本画几处景，伊就是画这个人生。那么咱的人生，咱嘛家里咧画这個人生呢？各位，恁嘛咧画人生？恁若是今仔日七十岁啊，恁已经画七十年的人生啊呢？好，若是在座恁做相呢？恁已经伫世间食一百岁啊，恁一百岁中间的将恁的卫生人生啊，画甲完完整整，恁才离开世间。若是在个英灵啊，好，恁要画恁人生。你的因缘的关系啊，所以无直接来世间为你的人生。但是你的心哪像拢一个画家，心拢是画家，或者画世间呐，诶，人事物一切的动态，好，我闻色众生啊，在台南古，眼念披霞心意心。咱耳仔所看，目睭所看到的代志，甲入去咱的心外，咱心外窟内底。咱的耳仔所听的，这个心内底，耳仔所闻的，跟内心嘴所食的，拢一体拢甲，入去咱内底，无法而不作啊！若是你无了解，这个原则的事啊，这妙法的事啊，你就无法度画出这白人生来。若是你若无体验到整个人生的事啊，你无法度画一幅你人生的路途，无法度画一幅你人生的画像。好，如法如不作啊，如心佛也逆啊。相对多多，咱的心，若要都是要成佛，即心是佛的事啊，嘛是盖在咱家己的，嘛是咱家己。若是咱的身体，哦，我要成佛的庄严法相的时啊，嘛是靠咱家己尔。咱的心一切要为世间的整个人生，那么为一幅图，对圆满的希望啊，吼，开始对头画，将你将个人生啊，画一幅人生啊，其实我要将自己画落地啊。将人生画落地界，嘛是靠咱自己家己心的画啊！各位是奉承弟子，所以咱的心啊，咱的思想，咱的心，咱若是了解咱的整个人生，就是一百画的事啊，拢靠家己来画一百画的事啊，咱的心就是佛啦，咱的心就是佛。如何众生人啊？那比如讲佛、众生，一切嘛是拢是感化对咱的心而起，一切由咱的心而起。好，因为佛甲心啊，天性皆无尽啊。各位爱了解咱的心甲佛，咱的觉悟、觉性，咱觉悟世间一切的人生，拢是那就对。都这所开始的，咱的一百位同款的事啊，天性皆无尽啊，你就会当画出无尽、无量、无数的世间，无尽的世间，无尽的人生。而且呢，咱若要画出一百幸福的人生的事啊，你就有法度画一百非常美妙，创造一个美妙的人生，幸福的光明前途。别人明年做事开始啊，一年后要成佛是弥勒菩萨，弥勒佛，弥勒者是啥呢？即是理想的世界，清净的世界，圆满美妙的世界，的人生，所以弥勒菩萨、弥勒佛的意思就是安尼啦。所以讲啊，讲来讲各位啊，恁咱大家应爱知影佛是啥物啊？佛。就是觉悟着，甲咱的心
跟咱的心啊，吼、哦，跟咱的心啊是共款。这体型无无该无一个体，外面这个体，咱的佛性内底一心，拢是无尽的。咱的生命是无尽的，好、哦，咱的生命呢，都、就是生生世世永远无灭的，体性无尽的。但是若是啊，咱做恶事啊，违背良心的代志啊，体性嘛是无尽啊，无了期啊。所以若是讲咱一个人思想偏激，一旦思想偏激的时啊，你一直该发生的代志啊，永远是无尽正伫脑海内，唔是即生就会发生，后生咪发生啊。若人知心行啊，假使咱人啊，今日知影咱的心。跟咱所做诶，心诶念头，心所想诶，咱头壳所想诶，要做善事诶，想要做善，咱就实在去做。咱唔头想我要做善，随妄讲。好、哦，所以咱若知影心要 去做啊，一时啊，咱就爱去做，唔头讲讲一大堆，想一大堆，含一件做无着。所以若人伫心行。知影，那告诉咱人啊，知影心甲所想诶，一致诶是，互咱会当开悟了脱即个生死，或者互咱整个人生有法度画一幅真完美诶图册时啊，咱还是在去做，普度诸世间啊。所以咱啊，想着我要修行，要来普度众生，吼、哦，要来帮助众生解决困难，想着咱爱去做。唔通啊！想一大堆一项代志都做袂到，咱啊普化普遍来做这个福世间，普做诸世间呐，是人即根。那是有这种的人的事啊，一定真紧，一定真紧就见着佛，真紧就见着佛。若是讲咱来甲咱讲唔做，见佛就真困难咯。开悟就真困难咯，见性就真困难咯，所以佛教咱开始啊，咱爱知行合一，知甲行会合一，知啊甲做一定爱合一。咱若讲咱知啊，唔做，唔就无唔是合一啦。唔做，知唔做咧，咱就无法度开悟，哈，咱就无法度见佛。所以讲咱开始啊。这个降临菩萨啦，开始啊！人人伫心胸啊，普度诸世间呐。咱认真去做的时啊，做世间的时啊，好、哦、做福世间呐。咱人真紧，已经都见着佛啦，已经都见着佛，才会去做。那像咱的正言法师，好、哦、这功德会，好诸者功德做这样的善事。现在呢，祸不台风，将全省总扫，好、哦、扫到这严重呢。啊，诸者功德会啊，诸者啊。开始已经嘛开始咧展开着救济帮忙重症家园啊，那安尼即种做已经都见着佛嘛，见着咱的良心，良心就是佛；见着咱的觉性就是佛；见着咱的善良的心就是佛；见着讲啊，我有智慧的人啊，我就是佛啊。是世人将即见佛啦，了佛真实性。你才能了，你爱实实在去做，你才能见着佛的慈悲。哈、啊，即才了解佛的真实性，才能了解啥都佛。所以一般人啊，将佛看作是人，佛不是人嘿。各位了解，佛不是人嘿，佛就是觉悟的境界，开悟的境界。所以了佛的真实性，咱就爱实在去做，知啊就去做，知就去做，唔通讲知无去做。咱若知就去做，好知啊，我爱做好代志，知我来去做。我啊，我袂晓生气哦，我若生气，阿摆会害，吼，阿摆我会落地狱。你若知，你就爱忍，知就爱忍，唔通讲啊知哪知呢？知塞你心山内，吼，所以安尼来咧。咱就爱先去做，那安尼咱就已经就见佛咯。啊，咱就了解佛的真实性咯，是啥都叫佛咯。所以各位，你们看到佛啦，我教你一个方法，真简单。
你若当听到倒位人在艰苦，需要人救者，你帮忙的时啊，你紧的听到尔，你先去看，先去帮忙伊。帮忙伊，你到个解决的困难，我相信迄暝你一定看到佛。你咧做的事，你都看到佛啦，因为佛才会去做好代志，佛才会去帮忙人。各位知无？因为佛才有慈悲心，会帮忙人。好，佛才会去救济人，佛才会去救度人。好，佛伊才会去开导咱人的不安的心。所以，若是你今日去做这件代志啊，我相信你已经就看了佛啦。迄暗你就看了佛，真紧。恁都试看嘛来。好，所以啊，咱若去做代好代志的时啊，咱就马上看到家己是佛，看到家己就是佛啦。因为佛才会去做好代志嘛。若是啊，你要看了无，真简单。摸在咱身躯边了，你今去做一件违背良心的代志，我想你马上看到摸，哎呦摸你来，看了，摸你来去做一个歹代志，各位听有无？咱若去做歹代志，你就真紧就马上就看到摸，因为摸在做歹代志，那么你今去做歹代志啊？咱去做歹代志，你马上你就看到魔啊！现在什么款嘞？青面獠牙，魔的心是如何？这魔在身边啊，魔在自己的心啊，佛也在心啊。所以你若讲啊，我今日帮助一个困难的人，救度伊，当伊啊一直真艰苦时，一直想要自杀嘛好，啊你一时想无甲人死去吧，死冤家嘞。你去做这个代志，你就马上看到佛啦。你就随看了佛，所以因为只有佛啦，才有慈悲的心。哈，若是你看了出面头尾朋友底下呢，因非常慈悲去做善事，迄嘛是佛，你已经都看了佛啦，佛才会做善事，魔未做善事。所以是人即见佛啦，了佛真实，你就会当了解佛做啥物件，佛实在无远啦。我生活实在无困难，生活是无困难，啊，要见佛嘛是无困难，只要咱依照佛去做咧，佛所开示的方法去做的时啊，你就已经每一天一分一秒，你就都在看到佛啦。各位安尼听无？啊，所以啊，咱啊心知啊，爱去心就去做，心知心在想。心就要去做，用咱的身体就去做，心想心行，安尼先去做，你就见到佛，真紧，你一定见到佛。好，了佛真是性啊，心不足于心。咱人的心啊，想做一代志，哎呦，我爱来帮忙伊啦，但是这人都臭水沟内底。我想，哎呦，垃圾啦！我都唔敢落去，我若落去吼，会生到叫虫咬着啦，啊，就啥？心不足于心，不足于心的。而且咱心想啊，我要做一件好代志，你心你爱紧来去做噻。好，心也不足于心，我身体啦，一只想要做。哎呦，这样的吼，这垃圾嘛，那比赛这垃圾，我哪里担来丢？哎呦，这样的话，心不足于心嘛。所以咱这人啊，有两种呢。第一，咱的心嘛，另外一项就咱心。咱的身体旺旺的，为了身体呢，你也想哦，我今日穿足水的，这样出门，心足于心啊。心主于心，哈、啊！但咱的心和心白去啊，无可奈何啊！家己我多温良家己啊，我多控制家己啊，还是啊！现在我要死啊！
我未讲话啊，心不足于心啊。但是我的心一直哎呀，我认为我是死啊，我这下落哎呀，爱落地界啊，我对地界去啊。心足于心啊，好，而且呢，心足于心啊，那个心啊，何心白去啊？系咯，我即马即足艰苦啊！你奇奇怪怪啊，大条讲细条讲倒了，倒掉了呀！那系啊，但我一定死定啊！但我才死啊，我一直拢怨你啊，恶友呀！哎呦，我财产嘛恶友呀，我事业嘛在恶友啊，我江山嘛恶友，大行拢无我囝拢恶友呀，还是阮翁嘛恶友呀？心主于心，是不是啦？咱的心甲心是两回事。只是咱的心和咱的心用，咱想要做啥？手我手啊手在比，都是我心想我手要比，所以我手才会比起来。若是我心想歹比，吼、哦，你就歹比，是安尼。心不足于心，心也不足于心。即么真侪人啊，了了啊，意志消沉。哎呦，我真失恋了啦！我老男朋友、老女朋友不爱插我，我失恋了，我都弄弄了了去啦！哎，伊要放手，我弄了了去啦，无爱找了。心，注意心，这个心注意心，吼、哦，这过严重，这上严重，讲爱了解。好、哦，咱身体注意。不主心，身体莫安住的心。讲简单的就是讲，啊，我今日出门吼，去到遐一定无人缘呐，所以我歹处理啦。你也无处理，你也知道你无咱无人缘。啊，哎呦，我去吼，这宴会啦，无人会插我吼，无人插我，哎呦，我歹处理啊。身体主于心。叫心白掉呀，思想白呀。比如讲，哎呦，我今日要参加宴会，哦，几大群人拢有官啦，吼、哦、有啥啦，拢大官大趁钱。啊，我去算啥呢？所以我心主于心。比如最近呢，有一间日报。哈、哦，这个日报呢，都开业无几年呢，已经非常成就，大楼已经起去了，办公大楼、日报大楼去啊，去参加呢，所有的呢，上至总统啦，所有下对院长、总统，规个大官员拢邀请拢去，哈、哦，迄就是心主于心，哎呦，我这么爱来。哦、所有大家大官拢汇集咧，拢来去。哦，我感觉嘛，真光荣啊！心主于心，心主于心。我想啊、哦，来下咧，所以以后就咱这个客咧，来遐家人啊，咱是家己小鬼仔客来家人参加啦，家人都带遐咧，哦，浩浩荡荡啊，真好名声咧。心主于心，维新圣经。啊！我说哎呦，遐都拢大官好些人去参加，我无啥，我小小一个小卒了尔，也无钱无势，我啥穿遮歹，也无西装，我要去甲人参加算啥呢？所以心主于心，身体叫心白去啊，煞唔敢去。哦，所以咱人呐无五道的事啊，心甲心啊相白。心白心，心白心，哈哈哈！大车咧，我，好，这是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啊！迄个空即是色，色就是空啊！色是啥？身体也是色啦。空是咱的心嘛。好，所以想想的甲表现的呢，咱唔当去白去咯。好啦，去年咱基本发挥以后，吼、哦，我这某大叔是再生大界、再生大界，哈、啊，再生大会啦，伫体育馆，
那的大法师主持法师啊，哦，你一定是打电话来讲，叫我爱参加。参加讲啊，老师啊，你吼、哦、一定爱来参加我的大法会吼、哦，财神大法会啦。啊，请你，互你做顾问，互你伫顾问的坐台顶三个人了了。好、哦，请聘请三个香港来国大师、大法师啊吼，啊三个人尔，吼、哦、你其中一个，我心就叫心北晓。我这时我心想哦，心北，还有人拢穿法衣穿个袈裟，吼、哦、头毛剃啊光，短六粒，短九粒，我头毛才长，啊穿这衫，哎呦，我也无啥去，我去要干哪算啥呢？卖啦，我卖去，卖啦，我吼，好、哦，我走无去。啦，我心叫心北去啊，心叫心北去啊。意思是安尼，那么我怎无去诶？所以无去咧，我心咧，把我诶心歪去啊！我要去日本佚佗咧，要加拿大咧，要加拿大去洛基山脉去参观风景诶！啊，遐拄好咧，你惊就要明仔要发挥啦！我今日咧要来加拿大佚佗，遐游览看风景，所以我心主于心。心主于心，我想安那嘞，将我这身体，我要加拿大去佚佗。心主于心，心主啊，安住的主于心。因为我想要借这个身体嘞，来加拿大一条足水的环境，我要佚佗参观，所以我要去啊佚佗。心主于心，好。那么，哦，好啦，我即摆来加拿大啦，我安尼啥穿得穿的吼，我慢慢穿这衫都穿足方便的啦。好、哦，我就来加拿大，就来加拿大观光啊，是啊，心主于心。好、哦，无去参加法会啊，我去参加加拿大观光团的法会，迄嘛法会，迄嘛一个法，去看大地开朗。包容的心，遐环境遐尼清净，遐尼水，遐人啊，遐尼斯文啊。心主于心，心主于心。那这两项拢未使的有，所以心不主于心啊，心不主于心啊，啊心啊也不主心，不主心，卖约束，卖白于心啊。你能做佛事啊？安尼呢，咱才有法度来做佛的事，才有法度做佛的教化众生的代志。所以啊，我做佛做佛事，我弄错去咧。哎呦，我做佛事来上经的做佛事，搞错了。当时佛啦、啊，伊是无上经呢。佛是无上经呢，释迦牟尼佛无上经呢，释迦牟尼佛说法的讲经，说的讲这多呢，讲多给大家听呢，唔是干那上经就是做佛事呢。好、哦，那做佛事就是做有智慧的代志，或者做佛事啊，二零做佛事，即我着做有智慧的，即会当做教化众生，即会当做帮助众生。离苦得乐，超离生死轮回，好、哦，这妙法。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各位参加听经闻法，念座上的国善众生甲应灵顶，你买到做佛的书啊，只要你的心啊，心存忏悔之心啊，然后呢？照各种因缘啊，教化教导众生啊，离恶做善的事啊，你嘛是在做佛事呢。所以有的人啊，将这佛事作为专利品，说：“哎呦，我是做佛事的，我是上经团的，我做上经团的，我才是做佛事的，其他都不是，胡说八道。”到底有开悟不开悟？佛事咪只哩细细是主啊，尔了，咪遐狭隘呢，心胸咪遐硬呢。佛的事是教化呢，用智慧教化众生，脱离生死轮回，教化众生呢，
要做好代志，吼，下去恶事，这才是做佛的事呢。你故意爱了解，你咱啊心心不足啊，咱叫我都做佛的代志啊。自在未经有啊，咱若是了解以上所讲者的法则的时啊，恁自自在在啦，实在未经有，未经有的，听都唔捌听，看都唔捌看。咱认真去做善事啊，你就会当看到佛，真紧马上看到佛。好，你若去认真做善事啊，你会发觉佛心，你就会感觉到佛心伫倒位啊。好，所以呢，阿弥陀佛，恁就会当真正会当做佛的教化的大事业咯。好，你住在未清净啊，恁就发觉这种心灵非常安详、清净、住在这个境界啦。头到尾恁都捌拄着，好，让人用了底啊，三世一切佛。假使恁各位大家要了解三世一切佛，了解过去生的。过去的圣贤，现在的圣贤，未来的圣贤，过去的家己，现在的家己，未来的家己，过去的心，现在的心，未来的心，三世一切佛啦，应观大家爱看法界性啊，爱对大体去看，莫看到细细啊，法界都大去看，莫无耻啊，无地位，看一撮撮尔。爱对内去看，甲外去看，内外相应啊！应观向内看家己啊，发性，哈、哦，发界的本来实性啊，哈、哦，一切为心做啦，所以一切为心做，一切善恶吉祥，哈、哦，吉祥祸福，拢是咱的心所做诶。